主料：紫菜两张，熟米饭、韩国泡菜、肉松、熟榨菜。准备好熟的米饭，我的是刚出炉的，当地的荞米、紫菜、肉松、中国榨菜、韩国泡菜。竹卷帘上铺好紫菜，米饭均匀铺在紫菜上，放上泡菜肉松或者榨菜肉松。我的是分开做的，不知道泡菜要是和榨菜在一块吃哦啥味。卷帘卷起，记住要手心紧点。我的第一个就太松，拉不是很成功呢。接好摆盘了，下层是泡菜味，上层是榨菜味的。哈哈，我更喜欢榨菜味。我的榨菜是在卤菜店买的熟的，好味道呢。另外我没放寿司醋，我不爱那啥的甜酸味米饭。下次有没有人一起试试老干妈味的？哈哈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